一部影响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百代寒兵之祖，一部享誉世界军事理论界的中华兵书瑰宝《孙子兵法》，究竟只是神机妙算的兵家韬略，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穿越人类两千年的战争黑洞，今天的我们将如何学习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孙子兵法》。 为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所著，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孙子兵法》内容博大精深，思想内涵丰富，逻辑缜密严谨。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曾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传播，成为享誉世界的兵学经典。在今天社会中。 《孙子兵法》被广泛研究和应用于其他领域，那么，我们现代人又将如何来学习《孙子兵法》，使它能够发挥新的价值？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一门古老的哲学《孙子兵法》。知识决定命运，学习成就未来。所以，我们探讨一门古老的智慧，对我们未来的人生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一本书，迄今为止几千次的再版，在民间、在政府、在社会各个组织被广泛的应用和学习。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让我们了解一下亚马逊书屋对这本书的概括。亚马逊书屋在一九九九年介绍《孙子兵法》这本书的时候，他这样说：“如果一个人一生你只读一本书，那么我向你介绍《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已经和格拉西安的智慧书和马基亚维里的《君王论》。” 在西方，并成为三大制胜和成功的宝典。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总结他人生成功的经验时候，他说：“我就是读了智慧书，使我的品德修养高尚；我是读了《君王论》，如何治理和管理一个团队；我是读了《孙子兵法》，使我们如何在国际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兵法》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 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根据韩非子的一本《五柱说》，藏孙武之书者家有资，就是当时刻在竹简上，已经广泛被人们应用的一本书，广泛在家庭里边乐意读的书，就是《孙子兵法》。在我们中国，一九七二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中，成功的挖掘出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竹简，从而印证了韩非子所说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一本书这么畅销、经久不衰呢？原来，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指导了人们的竞争，指导了人们取胜，指导了人们在任何环境中取得胜利，所以它一直经久而不衰。明朝的孙野兴说过：“且孙子者，孙子不移；后孙子者，不能宜孙子。”就是在孙武子之前，所有的书阐述介绍兵法和战略的时候。 孙子都已经把这本书内容都总结了，那么，在后期在以后谈到战略和竞争的时候，就不能遗忘孙武子。在这几千年以来，在中国曾经有十三位大家为《孙子兵法》作注。当然，最著名的就是东汉末年曹操为《孙子兵法》作的注。曹操既作为一个军事实践家，又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为这本书做注。 而且内容非常经典，从春秋战国到现在，历代的将帅都把它奉为制胜的宝典和人生成功的必备之书。这本书并不像人们所说的《三十六计》一样，告诉人们这一计怎么用，那一计如何取胜。它告诉人们是一种制胜的哲学。这本书中让人们如何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么样一种理念，那么，请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第一篇，《孙子兵法》的第一篇，是讲述如何在作战之前，要计算自己的实力和计算自己的国力的一种根本的思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君子以武士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 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以自私，可以自私而不为为也。将者，治性人用也也。法者，取治官道主用也。这些理论都是在不同的角度中阐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统帅军队、如何在一个团队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如何修道而保法，使自己的团队成为。” 一个优秀的团队，打造一支精兵强将，在社会的任何场合，立于不败之地。大家知道，为了阐述《孙子兵法》这些思想，在我们中国就有四千五百多种书来介绍《孙子兵法》的，有介绍《孙子兵法》如何炒股票的，有《孙》介绍《孙子兵法》如何谈恋爱的，有《孙子兵法》如何经商的，四千五百多种。日本呢，有三千多种书介绍《孙子兵法》的应用，而且。 在公元六世纪，《孙子兵法》传到日本的时候，就有人以风林火山为此建立了军事院校，来培养幕府时代的作战原则。在我们中国的台湾，有一千多种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种类来介绍《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在十七世纪传到了法国，传到了欧洲，成为。 欧洲人们非常喜欢的一本竞争的书，现在成为世界各大主要军事院校的一本教科书。前段时间呢，我去了西点，在西点军校和他们将官谈起来这这本书，他们觉得哦，这本书确实是从军事理论学的角度度阐述了在历代的战争中如何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一九六六年，英国的著名元帅蒙哥马利。 第二次访问中国，会接会见毛泽东的时候，蒙哥马利说：“我建议把《孙子兵法》这本书用于世界各军事院校的教科书之中。”那为什么一个在沙漠中非常勇勇冠三军的元帅，仍然推崇这一本小册子呢？《孙子兵法》总共六千零七十九个字，十三篇小文章，也就是用现在的 A 四纸来打印的话，十三页就可以把它打印出来了。 为什么有七八千种类的书来阐述他的思想呢？主要是在历朝历代中，人们学习这本书，奠定了他建功立业、造就伟业的一本精彩的书。这个也是我们广泛畅谈它的原因。从历朝历代的将帅，到今天我们的军事家和我的老师吴如松先生。 我的老师吴如松先生呢，是阐述《孙子兵法》和研究《孙子兵法》非常杰出的人才，也是《孙子兵法》的泰斗式的人物。所以，我们希望《孙子兵法》能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在最近几年中，我所加入的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每两年在中国召开一次国际的孙子兵法研讨会，就是要把这门优良的学问阐述给社会，介绍给大家。 我们知道有副对联这样说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省事即宽也皆务。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就是说，在治国理念而言，一定要准确的掌握战略，使自己丰富智慧，丰富特别是丰富兵学的智慧，成为一个在人类各个行业竞争中的强者。我们每个人。 都不能脱离今天竞争激烈的社会。为什么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仍然么人们喜欢读这本古老的书呢？这本书阐述了在竞争中取胜的精髓思想，阐述了从治国中如何顺合民意，如何能符合时代潮流，如何能信任将帅，从而使国家强大和发展。 孙子兵法概括为四个字来说，是知、却先、善。知，就是广泛的要知道你所处的环境，而且你还要知道你所处的国家，同时还要知道你的竞争对手如何。在孙子兵法中，二十多次提到了“知”字，“知”和古代的知识、智慧的“智”是通假的，就是既要有知识，又要有智慧。只有饱含智慧的人，才能。 为社会建功立业，孙子又谈到了“权，权就是说，如果你用兵打破一个国家，你把他打败了，杀得伤痕遍野，这样不是善者。善者应该全部夺取他，全部取得胜利，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这样才是最好的。先，就是一定要先了解敌人，先完善自己，先立于自己的不败之地。 使自己的人生呢充满着一种智慧的思想。我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呢，头一次接触《孙子兵法》的。《孙子兵法》的第三篇《谋攻》，在我初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上呢，把这本书写了进去。当时呢，我上这门课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呢，非常有哲理，有哲学的思想，我就把它背会了。后来到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我到北京上大学，接触了《孙子兵法》研究会的几个人。 我觉得他们饱含智慧的谈吐，和饱含哲理的思想，以及人生的成功，让我由衷的佩服。我开始苦心攻读这一本书了。我一直读了它几百遍，也许有上千遍。好多的段落我可以把它背下来。为此，我还是认为不足。我又陆续了陆续读了好多人们对《孙子兵法》阐述和介绍的书，力图从这门古老的智慧中。 挖掘出人生发展的真谛。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人生辉煌，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呢更加精彩，使自己的生活呢充满乐趣，从而充满幸福的走过自己的人生。那么，在七十亿人口的地球上，这么竞争的社会中，如果你没有一本竞争的哲学， 如果你没有没有一个统帅思想的理念，那么你就像大海上茫茫行走的船中的一只小船，没有方向，你也不知道彼岸在何方。所以说呢，你也不知道该如何竞争，任何一个方向刮来的风都是逆风，任何一个打击对于你都是痛苦。那么我们咋样分析这门智慧呢？ 英国有个将军叫利德尔·哈特，是英国著名的战略学家。他说过：“说你人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知道，从数学的理念告诉我们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就直接办是最可以把它办成的。但是我们发现，往往直接办的时候，好多事情不成。所以利德尔·哈特举了一个例子说，在地球上的两点之间是直线最短，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地球……